家属围绕在慈济志工叶和爱珠的身边，感恩他对晚辈们的照顾，同时希望能够早日成愿再来。我们今日逝世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团结聚会，好好到底。你得安心啊去，你这世人为着阮所做一切，感谢我，感谢你啊。医疗团队虽然也有万般的不舍，但在医疗极限之后，大家只能用恭敬虔诚的心帮助老菩萨摘取眼角膜，遗爱人间。你把能够用的再送给需要用的人，我们也祝福在他们的身上都能够很健康，发挥大用。老菩萨生前承担相继工作，广结善缘，无常的意外让他必须转往另一段旅程，然而他的善与爱将会永远留在大家的心中。带新闻洪崇豪、庄国雄台北新店报道。